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，原神生炼岩巧万彻金活动攻略，沙中尾贤的对打大地之王，获取原神 4.5 市场情报等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好，那么这一批关前须知呢，跟大家说几个重要的点。大家开始经营了之后呢，会有这个经营手册啊，我们打开来之后呢，右上角这个市场情报里面可以看消费者他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词条。那大家根据自己刷出来的这个词条再去做药。那如果大家刷出了跟我不一样的，那么再照着我攻略里面出的话呢，会导致我们赚的钱啊不一样啊，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的。那比如说让大家这边刷出了这个魅力、智慧、技巧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在做药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找这个魅力，大家看到啊，我们就去尽可能多的放这个魅力啊，然后还有什么啊，还有智慧啊，魅力、智慧，然后技巧。技巧的话呢，我们把鼠标移到这个药材上，可以看到，大家看到底下有这个放松啊、治疗啊、技巧啊，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去配合我们的市场情报上面的需求，我们来炼制这个药水啊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跟攻略的时候啊，还是尽可能的多看一下右上角这个市场情报，看看和我抓出来这个词条是不是一样的。是一样的话呢，那就可以照搬；如果不一样的话呢，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了。然后就是这个炼药的这个板啊，大家这个板子可能跟我的这个摆放不太一样啊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影响其实不是特别大啊，大家自己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摆放顺序就可以了。调和率没有视频中那么高，比如说我这边调出了200，那大家这边只能调出来160%啊，这个差距的话呢，不是很大的啊。然后的话呢，就是今天啊，有一个奖励，它是要做出终极的药水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在做药的时候啊，大家看到我们左上角这边会有一个初级魅力啊，那我们如果要做这个终极魅力药水的话呢，我们就多放一点这个魅力磁条的这个药，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，里面多放一点。大家看到放到这样子，我们左上角呢就显示终极魅力了。那这样子我们做出来这个药啊，就是终极的药啊，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点。然后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要来这个 NPC 这边啊，大家可能有一个点不知道是什么，来我们那边对话物资购买啊，这个改进炼金斧这个东西啊，大家会在那个奖励里面看到这一条，我们只要来 NPC 这边来购买就可以了。那主要呢就是这几个点啊，就是这个药炉的格子它是随机的，这个市场情报它是随机的，哎，主要是有这两个随机点啊，所以大家在跟攻略的时候呢，多注意一下自己刷出来的是不是和视频里面刷出来的是一样啊，不一样的话呢，大家就要注意了。好，那么这一批这个关前须知跟大家说到这里，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，拜拜。新的活动大家上线之后呢，先点击开始任务心炎进行这一个任务啊。我们把这个任务对话完了之后呢，会收到这个经营手册啊。那我们先跟这个傅立达对话，前面的话呢，这个新手引导非常简单，大家跟这个来就可以，我们就不讲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先在这边买一个培育区域。好，买上之后呢，来我们先看到这个小地图右上角东北方向跑过来，这边是我们的种植区，培育药材，我们先把东西啊都给它种上啊，三个东西呢大家都给它种上。好，种上之后呢，接下来一个步骤，我们需要来做药。走这个楼梯下来之后呢，前方有这个培育炉，我们先过来，就是这个炼药炉，这叫做。好，炼制之后呢，大家打开我们这个右上角可以看我们需要用到什么。那我这边的话给大家放这个成品的图片了。好，但是呢我们现在手里面没有这个敏捷的啊，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三种药剂啊，我们再往里面再给他们放一放。好，那么大家就先照着我这个过来放一放就可以了，我们完成炼制，完成分装。好，到了二级之后呢，我们才会有这个马尾啊，我们先收入店铺，来跑过来上架，把我们刚新炼的药啊给它放上去，这个生命力量这一瓶药水确认上架。好，然后呢在边上结束周期，大家看到一下子赚了9000块钱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去收这个药材，全部收获，然后呢我们往上种这个新的药材啊，大家把这个马尾给它种上去
啊，这个蘑菇比较多了，我们就不种这个蘑菇了，啊，再种这个嘟嘟莲，啊，就种这三个。好，种完了，我们再过来炼药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有新的这个马尾了，我们要把这个马尾啊也给它用上。好，大家就照着我们这个来摆就可以了，调和率 145%， 它初期的话还可以了。普通瓶分装一下。好，这边到了三级可以种这个新的了，我们等会再说。来，先把我们这个新的药给它上架。好，这边把我们这个一开始用这个给它替换掉，这个生命和生命力量这两个药给它上架。好，然后我们结束经营周期。还是赚了一个9000块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先去找这个 NPC 啊，我们升级点东西。物资采购，把我们这个药炉给它升级一下，然后呢这个培育的区域一直给它往后扩充，扩充到这个没钱了，然后呢我们过来买一瓶这个药水，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就买什么样的，没什么区别啊。我这边买一个猫猫的。好，买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去收这一周的这个药材，全部收获，然后呢给它种上这个新的马尾，种一个，然后嘟嘟莲换掉，换这个清新，然后呢再种一个蔷薇啊，这边还多一个格子，大家想种什么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种完了之后呢，接着过来做药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像我这样子来放置，调和率可以到 185%， 好，是一个力量敏捷的药水。好，用我们的胖胖猫猫瓶过来分装。好，这边我们这个炼金等级又提升了，收入仓库，然后把我们这个新的药拿去上架往后卖，力量敏捷，确认上架。好，然后结束我们这个周期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是这个5到7周，我们在这边进行一个分批，我们去下期再见的，拜拜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